试下一位是 Toga。我是小四，然后我是那个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社会救助科的社工。那就是今天想要来找大家一起来玩我们明年的防灾演习。那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演习。就我以前呢、就非常讨厌演习，我一直觉得演习是一个造假的活动，它就是把所有我们在灾害的时候不会做的任何事情，就在演习的前几天，然后疯狂的做很多次，然后在演习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有督导评核官，还有我们就是市长这些会来，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公务员，就是一群疯狂的演员，就会大家就是一直在演，因为我们在直播，对，我知道。可是因为我们今年换了就是很疯狂的科室长，他希望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就是跟实际的情况比较接近的演习，所以我们想要找大家一起来玩。我们在就是我们演习其实是两天一夜，然后是一个对，就是这是我们的演习目前规划的情境，就是很忙，从那个早上10点一直到隔天的2点，然后我们有一个办了一个很大型的露营活动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然后是就开放民众报名，是我们有规划400位的那个现场体验的灾民，就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然后所以我们从早上10点，然后一直到隔天早上9点，他会把民众放回家，就是民众露营的时间是晚上到隔天早上9点。但因为就是一个很大型的活动，然后我们其实台北是很久没有送丸子，就我们就很幸运都一直都没有送安置的这个状况，就是台风来就是把民众可能就2个人然后就关在收容所里面，隔天堂就放他回家，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送过在里。那就我们想说可以找他一起来讨论说如果真的在那个演就是有这么大量的灾民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 IT 的协助。那我们现在目前有想到的是就是那个数位灾民证，然后灾民登录系统，然后还有之前就是在那个发现尘包之后，就是有跟小猪还有就是小猪还有一些工程师有讨论到的那个物资跟志工的地图的运作，还有一些可能现场的什么物资入库还有盘点之类的，就是希望就是对防灾有兴趣的就是任何人或者是网页或资料库的工程师都可以一起来玩，谢谢。